韩国境内出现了超级传播者，拉响了公共安全的警报。韩国政府随即宣布把大邱市和庆尚北道清道郡设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区，并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防止社区传染。一名没有外游记录的61岁韩国妇女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官方侦测到境内的单日确诊人数突然暴增，因此认定为超级传播事件，并马上启动紧急应对措施，防止疫情扩散。최근확진자가급증해어려움을겪고있는대구와경북청도지역을감염병특별관리지역으로지정하여특단의조치를시행하겠습니다최대한빨리접촉자를찾아내고확진자를치료하는것이시급합니다병상과인력장비등필요한자원을전폭적으로지원하겠습니다韩国总理丁世军表示，截至今天上午，韩国境内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04宗，部分地区更出现社区感染情况。接下来，政府将严密把关，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